Au revoir. Merci. Merci d'être venu. Salut. Salut.没什么，走吧。Sorry, sir. There are no rooms left. We only have king-sized rooms. Okay. We really have to stay here? Oh, yeah.就这张大床房咱们俩怎么睡啊？要不然咱们换个酒店吧。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？沙发，你睡床。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我睡床。哎呀，哇！哎呀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个沙发还挺舒服，比我们家床舒服多了。哎，我说你能别这样吗？你能别睡这儿吗？你让我睡床，你睡沙发，这床是多丢人啊！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这不是告不告诉别人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二啊？这么大这么软张床你不睡，你非要睡这儿？我怎么了？你看看你，你都打一天比赛了，眼角还受伤了，你懂不懂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精蓄锐，保证睡眠，这样你才能报仇雪恨啊！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加油加油加油，我很轻松的。这么关心我，那我先去洗个澡。啊？要不你先洗。我去洗澡了。洗漱用品。我洗。
洗不洗澡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洗不洗澡关我什么事儿？李明啊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坐沙发上干嘛？大主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受伤了还要参加比赛，你就非要让我睡床。OK， 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明天跟你一起回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国？你不继续参加比赛了吗？不比了。你怎么能不比了呢？不是说好了要找那头蠢熊去复仇的吗？复仇的时候你不在多没意思呀，万一我又受伤了，身边没人照顾怎么办？欧阳，这场比赛你准备了很久，你千万不能因为我放弃比赛，要不然我会觉得很内疚的。你千万别内疚啊，相信我。哎，赶紧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你今天带我去过的有些地方，我上次在法国被蒋一龙追的时候，我好像都去过，而且
我好像还见过你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啊？你这个女人啊，真的是很神奇，不仅傻，而且还异常凶悍。有时候蠢到让人觉得你根本就没长大呢，有时候又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你，身上却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。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直到那天去你们家，你爸跟我说让我帮你跟陈哲复合。那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会因为你爸的一句话而感到心痛。后来我突然明白了，我可能是爱上你了。你知道现在巴黎几点了吗？你还给我打电话？你还在巴黎啊？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曼谷了吗？我出点事儿耽误了，我明天可能就回国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先别回来？我查到黎薇薇订了一张去曼谷的机票，我估计是奔你去的。他来干嘛呀？啊？他怎么知道我会去曼谷的？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呀？他说风就是雨的性格，你还不了解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先别回国，去曼谷，顺手把他给我带回来。大哥，这事我真的完成不了。哎，有什么完成不了的呀？哎，对了，你本来不就是要去曼谷打比赛的吗？你回国干嘛呀？因为我现在跟林美雅在一起了。她护照丢了，明天才能拿到临时旅行签证。我准备跟她一起回国。至于黎薇薇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就说我回国了，自然就回去了。林美雅陪你去的巴黎啊？啊。行，那没事了，先这样。那行，挂了啊。